我不知道那个连麦，那个不是 PK 的那个连麦呀、啊，那个是在哪里连呢？我看一下。不知道是哪里点的那个连麦的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看一下那个连麦到底是在哪里连的呢？连麦开关。爷爷，你家破产了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这手里有30000现金，这卡里头还有。已允许观众申请连麦。牙齿掉了，想做新牙要花多少钱？会不会很贵？那个。我还真不知道那个连麦是。在哪里开的？那同样的第二种方式的话，就是用我们的一个固定认识，也就是我们。要是你老婆给人抢了，你怎么样？儿子，我那可无所谓、啊。去正决定，派李学礼。哎呀，不知道。不知道那连麦到底是在哪里搞的。还有什么好说的没有？我不知道是什么。还不要钱，这个是啥？不知道那个连麦到底是怎么开的啊？古人云：“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”时间真是过得快，转眼又是9个月了。欢迎林哥。